七月八号，有网友晒出偶遇王菲的照片，照片中王菲身穿橘色条纹衫、黑色长裤，染了一头绿色的头发，戴着墨镜，皮肤状态看起来都保持得很好，气场还是依旧很强大呢。照片中王菲面带微笑，看起来心情也很不错啦。此次染的绿色头发，不知道是不是又要掀起一阵时尚潮流的风波啦。也有网友可爱说道，这个发色果然只有天后才能 hold 住呀。据悉还有网友爆料称，与王菲合照的是某电视台的导演，因而许多人都在大胆猜测，偶像休息了这么久，那下一步是不是要开始营业啦。芒果捞新闻，姥姥也很期待看到天后赶紧营业呢。拜拜。